演员动作结合浮空投影与 4D View 等科技，让舞台画面更增添奇幻效果。国光剧团新戏《狐仙》将传统京剧结合现代科技，其中 4D View 摄影棚技术更是台湾剧场首次采用，带给观众超乎想象的京剧体验。其实国光呢，还有整个传艺中心接受这次的挑战，我们很勇于呢去突破自己。我们希望把过去的狐仙从漫画里面的人物真正在剧场上走出来，也就是你不是在电视上才看得到的那种分身合身小变大大变小的这种过程哦，不是只有在电视上看到，你可以在舞台剧上在剧场上一气呵成。国光剧团2009年就曾经演出《狐仙故事》，12年后以全新样貌重返大舞台，由知名老生演员盛健与京剧小天后黄雨玲诠释雌雄同体、阴阳同行的狐仙，相当令人期待。他们两个人在多元的现代剧场跟影视剧场发展之后，回头来演这个非典型的京剧《狐仙》的时候，我觉得是正好把他们的这个资深的成熟的这一面可以用到这个角色上，用雌雄同体、阴阳同步、阴阳同行，好，一起来诠释这个角色。除了舞台上多重挑战，剧本灵感来自于漫画的狐仙也与漫画家合作推出漫画短篇连载以及周边商品，拓展多元观众群，让更多人看见不一样的京剧。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